各位观众好，我们历史明镜节目又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们请的还是老朋友，已经做过好几次节目的老朋友，就是前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的官员严怀先生。严怀先生你好。我们这次啊，想请您的话呢，接着讲在中组部的故事啊。文革虽然画了句号，1976年四人帮粉碎了，文革画了句号。当时啊，这个全国各地啊都在这个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的欢呼四人帮粉碎了。马上呢，这个文革中间被打倒的或者受打到冷宫的一些官员的话呢，一些中共领导人呢又陆陆续续的出来了。但是呢，重新上台执掌大权、地位稳固之后的邓小平、陈云这些中共的领导人，他们并不能完全放心，因为他们知道啊，邓小平就说过嘛，岁月不饶人，他们和在文革中间提拔上来的那些文革干部，这个年龄差距在那儿。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担心，邓小平担心这些人跟随毛泽东打倒他们这些造反派，会凭借年龄优势而东山再起。所以呢，他们一方面是继续的压制，同时呢，也加紧的安插和扶植自己的子女起来接班。其中呢，我现在了解到，就有一项由中组部，就是你当年参与推行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叫做记录在案。这段您记得吧？记得。对，什么叫记录在案呢？这个为什么要提出记录在案？这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前两次我说的不太清楚，我真有毛病，说话太快，所以呢，大家有东西没听清楚，没听清楚呢，希望买这本书《我的回忆录》，这样呢，咱们也支持一下明镜。我这本书的收入可能不太高，我准备把我全部收入呢，这个捐献给明镜电视，这样呢，对于这个大家广泛的了解各方面资讯呢，一个好处。嗯，现在我谢谢您，谢谢您啊。我想讲今天的课题，就是刚才法林已经把这个背景讲清楚了。嗯，这样在这个1983年已经提出建立第三梯队的同时，在198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六号文件，这题目比较长了，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派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以后就是法林说的，我们就这样工作简称记录在案了。发了这么文件之后，记录在案，对。这样工作呢，因为是中组部，其实中央的意见，具体负责呢就由我们青年干部局负责，而李瑞呢就把这样工作交给我办了。因此在这个文件下发的当天，我就起草了北京市关于这样工作座谈会。于是在这个8月23号发了之后，我们就说下星期三，因为8月23是星期六嘛，这个下星期三在北京大学召开这个北京市所有高校的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这个由中组部召开的这个记录在案工作座谈会。当时我的印象呢，在文化革命中，因为文化革命中我是清华大学的这个学生，北京有高校有57所，文化革命后经一些在分解化这个合并呢，大约还有应该有50-60所高等院校的学生，高等院校有50-60所，就是在这个下个星期三，就是这个我们在就是4月27号到29号，就是我代表中央组织部吧，在北京大学生的这个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宾馆主持这个会。在会上呢，我就首先宣布了这个文件，这是文件原文。这个我念一下文件这部分原文呢，大家对记录在案的工作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对造反派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负责组织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革中的大学生中选拔领导和选派出国，
必须与他们原来的大学联系，取得当时的表现材料。这又是技术专案，这个对什么人技术专案，对他们怎么处理，然后呢，对于咱们今后出国或者提拔的影响，这几句话就说清楚这个技术专案工作的这种要害了吧。这个我理解啊，这个记录在案呢，就是把这些人在文革中的所谓的污点，就是要记载下来之后呢，装进他们的档案，然后他们将来在文革结束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各方面都需要人才，这些人他们年龄也比较轻嘛，而且都是既然是大学生，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所谓的有知识化专业化的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呢，这个就装进他们的档案，他们将来在遇到提拔出国提薪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要看看这个记录在案的这个历史记载是不是那么回事。对，我当时在这个专案会的开场白上就讲了一下我的理解，我说我的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三种人的在大学的翻版。这三种人呢，这个年轻同志可能不太了解了，您这个朋友在文革结束后，这中共中央领导人也讲，正式给三种人定了性质，是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呢，要根据他们的所谓罪行吧进行处理，有的判刑了，有的劳动改造了，有的开除党籍，比如党员开除公职，有的是留在单位但是给严重处分了。这三种人其实简单讲就是对造反派吧。我觉得技术专案就是清理三种人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呢，清理是面对面，这个定性之后呢，严肃处理，就刚才说了，当然没有杀头的了，对吧？最高的这四人帮所谓的或者是林彪反共集团是判到死刑缓期的，但是其他的没有杀的，但是官管，以及是吧，开除党籍、开除组织，这个开除公职都有的，而大学呢？是这个背对背的记录，当然是背对背的工作，这个青年学生就不处理了，这个记录下来以后留神就可以了，对吧？就说以后你出国的时候提拔干部的时候不选你就是了，当时这么理解的。当时我们开了三天的会，所以对于这个政策的掌握宽严度，哪些人大家进行各种讨论，基本上都按照中组部的精神呢，大家都贯彻执行性了。在会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我作为就是会上不发杂音，带引号杂音吧，因为北大的呢就提出来了，其实他们需要一些高案子弟作为一开始保守派的头头，他们的错误是不是技术专案。有这么说话之后呢，这样北工大这个党委书记就说出来了，我们当时有个谭立夫讲话，这个鼓吹学生对联影响不好，在全国影响不好，他们这些是不是要在技术专案。清华这个组织榜都跟我很熟了，对吧？应该都是我们这基本上老五届的人嘛，对吧？就是老严，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了二十校门，你们造反头头，对吧？像何鹏飞这些人是不是技术专案呢？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组织部下来，对吧？一般就是按中央精神讲话，所以我就保证，我如实回去之后向上级反映，一周内呢明确答复。这是公开讲话，私下呢跟这个清华这个。就是老同学交底啊，老人家们专门为此啊干这事儿啊，就是专门整治这个斗他们的文化兵，斗他们的造反派，怎么拿自己的高案自己的子弟开刀呢，对吧？我们成立清案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的红卫兵的，所以你们心里有什么。那这个我如果刚才听你讲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当时北工大的这个他们的领导啊在会上提出来，就说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是不是也应该记录在案。因为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就知道，谭立夫在文革初期有很重要的演讲，就是他当时就是鼓吹的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鼓吹的这个血统论开始还说是绝对如此，这个横联呢是绝对如此，后来呢改成了基本如此。你就是这个北工大的领导是不是就跟你说，就问你们，那像这样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是不是也应该记录在案？而清华的组织部长呢跟你很熟悉，是吧？他当时就问点了，直接点了贺鹏飞，
贺鹏飞呢，我们知道他是贺龙元帅的儿子，也是文革初期啊重要的保守派组织的学生组织的这个领导人。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会被当作这个第三梯队吧。但是他们就很明确的问你了，这些人是不是也属于记录在案的对象？对，是不是我这理解的没有错吧？是这样，我公开答复只能说是我回去把这汇报请示，我私下说呢，对吧？这个办这事儿其实就是整造反派的，不会拿自己子弟开刀。我回去之后呢，就向李瑞汇报了。李瑞当时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我们情感局的局长，啊，又是派我干这工作的。我就汇报之后呢，他说了，哎，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他立刻当时口述了一个这个就是精神吧，让秘书寄来之后就发给北京各高校，因为我答应一周之后要有明确答复嘛。这样他们就把这个精神就发下去了，同时我们在北京市的开的会精神情况就我汇报之后有简报就发到全国，其实就是对全国工作指导。因为每次中央发个文件之后就抓试点嘛，我算是中央组织部情感局抓北京市的试点，根据北京市的情况讨论情况，怎么贯彻中央这个精神，中央文件的精神嘛。因为中央组织部的文件就是中央关于组织工作最高的文件了嘛。那这个李瑞向秘书口述的这个电话稿什么内容呢？意思就是说，等于说就是我说话内容，但是更加工人化了，更加官方化了，就是这个主要是为了对吧？这个区别这些造反派的头头，而那些保守派的头头本身不属于这个。这个在后来，咱们下面可能谈到关于陈云对孔丹的信件的批示，就更明确的指出这一点。我现在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刚才我就想问的，就说这个是中组部记录在案这个工作是中组部自己的打算。还是上面另外有更高层，比如说像中央政治局啊、书记处啊，还有那些政治元老们呢，他们是不是安排指示，让中组部来搞这样的东西呢？中央组织部是中共中央下面一个办事机构。对，在86年，我当时给中央组织部的部长魏建雄提建议，在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干部制度改革也很重要，我们应该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中央国务院的很多部委，中央的很多部委都有政策研都有理论研究的机构，我们应该成立一个这个组织人事科学的研究所。魏建雄部长就批示，中央组织部只办理中央交办的事宜。就刚才回答您的问题，中央组织部没有自己独立办任何事情的情况，除了在日常工作也是中央授权的，我们中央组织部管理省部级干部。因此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成立时就4项工作，当时是也是中央明确的，选拔管理培养第三梯队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工作就是这个记录在案，第三项工作就是在应届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到基层锻炼，第四项工作就是在中央部委选择比较合适的干部到基层去挂职锻炼。比如咱们知道一些人，像现在中央很多政治局常委吧，像对吧，这个俞振声啊，这些人都是下去锻炼的，然后到下面培养的。就我们这4项工作是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报中央批准的工作职责，因为这项工作不是我们中央组部自己想写的，拍脑门想写的，是中央决定的。您刚才也讲了，像陈云、邓小平这些老干部，他们对文化革命中被他们批斗，他们的干部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应该讲深恶痛绝，并感觉很强烈，所以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你看一看陈选和邓选关于对造反派、对三种人、对造反派大学生都有很多论述，我在下面最后还可以谈这对这个记录在案问题我的认识。好的，谢谢你啊，讲得很清楚。刚才你讲的这4条啊，基本上就回答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问题，就是你们当时实际上就是在贯彻中央关于这个培养接班人，在干部队伍中怎么培养接班人的这四项工作嘛，都很重要。那么这个回到记录在案，这个在像这个李瑞他已经向全国是吧口述了电话稿，向
这形成了文字，而且北京会议的情况呢也转发了全国。那么记录在案后来这个工作推行的结果如何呢？嗯，后来呢应该讲这个，我说四月开的会，在七月份之后呢，我们青年干部就正式机构内部机构建立起来了，我就分在了地方处，主要就负责华我们地方组或者全国六个大区的这个第三梯队后备干部的工作，我就李瑞把华北和东北他们人比较重要交给了我，所以我呢在后来这个记录在案工作的最后统计，就是全国报了人数情况啊，由我们的办公室就是中国处来管理的，我就没再过问。但是呢我是清华大学的嘛，我对清华大学的比较关心，所以清华大学的材料我可以讲一下。嗯，可以吧？好，嗯，好，大家看清华大学在文革中有三派，早期是我们保守的清华红卫兵，是吧？越字越少的就是越早的，是保守派红卫兵。我也是总部委员，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嗯，比如是我们派的红卫兵推倒了清华的二校门，这个在全国或者世界教界上都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文物是被我们推倒了。现在大家看到清华的二校门是重新建立的，对吧？这应该有我们的影。但是我们派呢，因为按照中央精神，清华红卫兵保守造反派没有一个技术灾。后来造反派分了两派，一部是蒯大富派的团派，他们技术灾了50人。对，这个地方团派、我怕有些观众会误解啊，团派就是井冈山兵团这个团派，不是共青团。不是共青团那个团派，以免跟后来我说团派混淆起来。对对对。好，对不起，打断你接着讲。对，有文化跟踪这个党团组织都。对吧？都已经瘫痪了，怎么不存在后来，对吧？高先生所任职那个团中央了，对吧？跟他们的团派没有关系了。对啊，是个笑话。好，井冈山兵团，井冈山兵团，他们讲简称团派，就蒯大富派吧。其中严重问题的核心成员14人，就他们总部员很多了，他们就14个比较核心的，嗯，这14个人呢，后面都有他们的犯的严重错误注明了。另外，逼供刑讯。残酷迫害干部的有17人，嗯，就是主要是打砸抢嘛，是那个打啊，关了对方的人呢，这个17个人，反军乱军的有13人，因为当时在文化革命中嘛，清华这个在全国各地派了人员站，就是然后支持造反派冲击军区啊，我这样，因此这个比较算是比较重的问题。是武斗骨干6人，在武斗中当总指挥呀、啊。或者一个所谓分区的头头啊，嗯，这些一共加起是50人。这另外呢，在有青年代就已经逮捕了这个团派，就是蒯大富派12个人。除了蒯大富之外，其他11人呢都因为在武斗中就是杀死人了，就死人了。包括学生，还有包括工宣队1968年7月27号金孝儒被打死了3个人。所以这11个人。就算有命案吧，所以加上蒯大富12人，在这50人之外，有12人已经被捕了，已经当时有些还在监狱呢。所以他们这一派一共就有62个人，所以记录在案和有在押的。414派呢，因为确实是比较温和的保守派，下面谈这问题，他们只记录在案了。他们可能不能算保守派吧，那温和的造反派。sorry， 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你我有很多错误，先生高先生及时纠正，避免谬误流传啊。对他们属于温和的造反派，也是造反派，在文革造反派，他们只记录8个人，其中核心成员6个人，另外2个在外地因为参加这个联络站介入军队问题，所以叫反军乱军者2个人。这6人中呢，就值得注意的是呢，有两，所以他们6个人对吧？有2个人是414，就清华414派的头头吧，这个孙怒涛和陈祖三，这2个人后面注明没发现任何问题，嗯，但是根据文件精神，你是造反派总要头头也记录在案了，所以当时没太认为什么，认为有没法重要问题，但是你想想，到83年、84年了，经过10年的清理还没发现问题，那应该就是没有问题了。但也就是在案了，但是这些人，我相信清华是他们2个人，在全国就很多人了。他们
比如三主任好办，当时面对面知道你了，你有问题可以申诉。这些人背对背，当时我认为背对背，没个处分，我当时错误认为是比较轻的。实际上这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穿玻璃小鞋，在玻璃天花板下面生活工作，对吧？后来我才知道，像孙永涛，我的这个陈楚山，我两位学长吧，他们在工作中在进步中吧，在就是各方面情况受到很多阻碍，受到阻碍，所以我觉得应该讲是我们今晚清华大学具体报来的，这我当时就主持一项工作，我对不起他们，应该向他们道歉。好，那这个接着往下讲啊。好。随后呢，我记得1983年呢，当时，整党也是那年下半年开始的，在整党当中呢，红二代孔丹等人呢，他们为什么给中央写信？因为这个事情啊，在读您的这个回忆录之前，我已经看到过很多这方面的材料，而且当时说陈云有很重要的批示。我想您的书里面呢也是详细的写的这个经过，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观众也把这个情况再讲一讲？这个红二代孔丹，他是个什么人？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他的出身吧。好，我先接好，这个问题我先放下，我简单把这个当时的背景讲一下。好。我说这个是1983年4月，中央组织部下了文件，关于技术栈，我们做了对。些到秋季应该做完了这件事情。嗯。1983年的年底，12届二中全会召开，决定在全国进行整党工作。对。一时候，在84年初，在全国进行整党工作了。这时候我说，干部子弟躲过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对吧？技术栈应该说是实际上在保密的，在秘密情况下做起来，对吧？我说两个学长事后他们都不知道这事情就被记录在案了，他们不知道怎么为什么，比如陈楚山嘛调几次工作，对吧？调到稍微保密点工作，因为清华他们学的专业，陈楚山是一大代表陈丹丘烈士的孩子，也是我的双重校友，101中校友和清华友，应该讲烈士的出身最好了，对吧？这个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在新疆被盛子才给杀害了，对吧？不会有历史问题，也不是走资派，可是他在工作中就处处受到阻碍，受到障碍。但是干部子弟没有事情了，但整党的时候呢是公开的，于是乎很多人又想起了干部子弟的劣迹了。一时又觉得这个整党当时很重要一条就是要清理三种人，就是三种人在前两年还不彻底，在整党中继续补这个课，这时候很多人想起来了。在这情况下，孔丹，他是这个当时是四中，北京四中高三学生，是西纠的总指挥。西纠是在北京的，知道他全名是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他们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一些工作，当时是周恩来让他们办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文革中，对吧？西纠在六中也设立了监狱，也伤害过一些所谓有问题的群众吧。这时候想这样，很多人就起矛头指向他们了。这个孔丹的他的父母啊，他们的经历是不是也请您介绍一下？他们也是红二代吧，是高干子弟，对对，吧？他父亲孔元。原来是国家安全部前身的中央调查部的部长，他的母亲是许明吧，原来是周恩来的秘书，就因为关于这个西纠问题，他母亲牵连到周恩来，当说是为了保全周恩来嘛，然后他自杀了。应该讲这两个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他两个父母，他呢应该是本人是高干子弟。应该说表现不错，在文革中除了西纠之后，所以呢，他当时是张晋夫的秘书，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的国务委员，张晋夫的秘书。另外还有一位姓董的干部子弟，当时在野营部，他们两个人就给陈云写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他们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这个。1966年，他说讲一讲他们老红兵的情况。他呢对老红兵有一个定义，下面说，
这个解释就后来被陈云文选作为老红兵的党中央的正式的定义给固定下来了。他说我们是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老红兵就是1966年夏季一些出身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左的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参加文化革命。又于10月中央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中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这是老红卫兵，就是他们解释下老红兵，我们老红兵嘛，就是出身，你看讲的比较好，只是运动初期，是吧？这个受左的影响起来参加革命，参加文化革命。1966年10月，中央批判的反动路线，保守派垮了，这些以后一直受到压抑。而整党中呢，他说，把老红卫兵还有三种人，就是造反起家的人吧，造反派吧，混在一起了，说这是不对的。这封信呢，发出4天之后，陈云就批示了。陈云这个批示就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年2号在高雄传阅了。这个文件当时因为跟我们有关系，应该讲中组部是管理省部级干部，其实我们只能看到省军级文件，政治局文件我们看不到的。但这工作跟我们这个文件跟我们有关系，我看到了，看到了，我没有抄录下来。但是孔丹在自己的自传里把这封信，他自己的信和陈云的批示和这个政局文件全部给披露出来了，所以我也借着机会也把它传抄在这儿了。对，有孔丹的这个披露呢，就不算你来泄露中央文件了，泄露绝密文件了。对，我也泄露不了。我当时只是看了，也不让抄。那请您念一下吧，这个信很重要，陈云的这个批示很重要。所以说，你可以想象了，我把时间说一下，孔丹写信4天之后就能陈云批示了，对吧？一般人写信之后能不能到陈云手里都是个问题呢。陈云的84年2月27日就批了，他说耀邦当政治常委嘛，括弧剑英暂不送，因为剑英身体叶帅身体不太好了，就按照党的排名就是耀邦，然后剑英不送，小平、子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祖三的材料均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该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祖山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是也要给出路。耀邦在2月28号也批了，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子阳、先念同志批阅，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因为乔石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不是他讲政治局嘛，文件嘛，他最后让他把这个几个领导人的批示整成文件发到李先念。过了一天之后，3月1号完全同意，然后后面是括弧是小平、子阳、乔石同志已阅，估计他们3个人画个圈可能。这就是整个中央政治局2号文件的内容，就是讲了像孔丹这种三种人，孔丹这种保守派的头头不是三种人，而应该是第三梯队的对象。这里又提到了陈祖三，是我的学长，说这种人要警惕啊，这个但是呢也要给出路。咱们知道要给出路是什么人吧，那基本打了另一车之后要给出路了。你看刚才您已经讲了这个陈祖三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后裔，按说也是根正苗红啊，是吧，出身非常好，如果要是按照我们通常的想法的话，这是个最典型的红二代。但是呢为什么对他却强调了要特别警惕，这个陈云在批示中间这么说，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谈到陈祖三他在文革期间的表现，他是属于四幺四派，
是不是他有什么劣迹呢？能不能给我们再讲一下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好，我刚才讲了，那个就是讲他是陈潭秋的儿子，比后裔更亲近、啊、亲近。你看他是比我高四届 啊， 啊，这个就是陈潭秋烈士逝世的时候，他应该才一两岁，那陈潭秋可能43年的，他可能就是对吧？他应该是42年，1942年出生的。应该讲陈汝三，刚才我和我提到刚才的这个孙武涛是造反派的头头，应该讲，但是给查了一二十年没发现任何问题，就可见一斑了。在清华中，我们当时的感觉他们两个是温和的，这派的每一派都稍微激进一点的，他们两派是温和的，在文化中应该讲没有任何劣迹，是吧？所以啊，清华党委这么查了，都从对吧？这个石勋他们开始，一到后来没查出任何问题嘛。一个我认识两个人都是确实谦谦君子，但是文革中他呢确实参加这一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嘛，参加文革嘛。当时还有个这里听到一个陈汝山，应该讲陈汝山事件了，所以这个陈云祥对吧，要把陈汝山的信和孔丹信一起这个发下去作为参考资料。所以陈汝山信这个问题我简单介绍一下。好，1983年的夏天应该是，当时因为要有这个技术灾难问题，还有选校大学生问题，因此当时我们的局长跟局里人讲，你们把文化革命大学生的情况来了解一下，汇报一下。因为我是当时在校大学生，我很好办。我们的这个李瑞从水电部带来的唯一一个人，水电部原部长刘兰涛的秘书李志民，他也是高我七届101中和清华的双重校友，他高我七届就可以理解了他对文化革命的大学生不了解。但是呢，他跟陈汝三在中石化的研究院的时候是同事，因此局长布置任务了，我们了解的就谈情况，不了解的也了解情况。他就向陈汝三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就是陈汝三对吧，受他之托。当时陈汝三心里讲，李志民是处长，这个是一个小的笔误吧，说我也不知道。当时他什么职务都没有，因为当时清干局只有李瑞一个局长，下面都是处员。到七月以后，清干局机构定立了之后，李志民成局长了，以前就是没当过处长。陈祖三写了1万多字材料，这个信主要就是讲清华两派的情况，然后讲414是保护干部的，他们因为团派提出要大翻个，清华大部分是黑线主导，而414呢，从清华的第二把手刘斌前两天刚去世的开始，后来所谓的罗文李饶把大部分干部保护干部的，414个奎拉夫派主要的分歧是对干部问题，所以他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同时也说了一下他们这些人当时所谓造反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他是共产党员，他应该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并且当时实事求是讲，周恩来、叶剑英，咱们在经过文化革命知道，都一再讲应该响应文化革命，参加积极参加文化革命，他们是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号召的，不应该就是作为这个列入另册的意思，就讲那情况。同时他推荐了3个人，当时的罗征喜，还有这个沈如怀，就是4号头第八手，还有任彦申，但是任彦申后来当了北大的党委副书记，当了江苏省委副书记。另外2个人也是很优秀的，几次被推荐，但是因为情况吧，或者技术障碍，或者被假如说是被陈祖三给推荐了，然后在陈云信批示了一样。这封信呢，当时李瑞看了，也给我们传阅了，我们都了解情况之后呢，李自民就没当回事，就放着了。在7月份，1983年7月份，清干局的机构建立了，这个李瑞作为中组部的唯一中央委员、常务副部长，不兼清干局长了。这样，李自民当局长，宋任穷
就是不兼中组部长了，只当中政局委员管人事工作。陈冶平中国委员他当了中组部部长了。这样宋任穷的秘书也是清华同学吧，刘作鹏，我在文章提到的，就当了青干局的副局长。他在跟李世民一个办公室，局长副局长看到这封信之后，他有高度政治敏锐，就把这封信交到陈云。于是陈云看这封信，就有前面在孔丹的信的批示，就是要把陈祖山材料也要作为文件在中央政治局参阅，同时提到对这种人要警惕。另外我还知道，大家可以查一下，在陈云的很多内部讲话，可能现在后来也作为陈云文献可能登了一些，我们不能用蒯大富式的人物，就我们不能用蒯大富，也不能用陈祖山，意思温和造反派也是造反派，也要警惕，就是一说就出这么情况。这个陈祖山应该讲文化革命初响毛宗和党政号召参加文化革命，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结果落下点祸根吧。然后在83年，响应老同学的这个建议，也是为中央出主意，为中央这个了解情况嘛，写了10000多字信，结果又继续招祸，以后这几十年待遇，以前的境遇很不好。这个情况大概就这样，就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两封信，最后两个人两层不同待遇。最后大家知道孔丹做了光大的董事长是吧，正部级干部，陈文三就是一般的干部，一直最后到民营企业，在就是体制这方面体制内就根本待不下去嘛，就到民营企业去工作，最后到退休。那就是根据您刚才讲的，我是这么理解啊，嗯，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并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人物具体分析，看看他是不是在文革中间犯了什么事儿，是吧，犯了什么罪，而就是因为他的就是以文革中的保守派和造反派这样两个大的派别来划线。而且呢，对于造反派的话呢，不管你是激进造反派，就是您刚才所讲的井冈山兵团、蒯大富这一派，还是像414这些温和造反派，这个当时的造反派中间，激进派和温和派这两大派是在各个地方都存在的。当时我在武汉也有这个温和的造反派，也有很激进的造反派。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在文革之后的中央领导看来的话呢，都是一回事儿，你们都是造反派，那么就一概，至少是不得重用，虽然不一定法办，不一定进监狱，或者是戴上什么帽子啊、下官管，但是呢，也是不能提拔。我这个理解是不是符合您刚才所说的原意？符合我的原意不重要，你符合中共中央的意思，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中共中央这个组织部文件就是，造反派头头很有严重问题的人，咱们就依法上讲是两个主体，一个是有严重问题人，那没问题，你有严重问题吗？第二个是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前面没有任何修饰词，就是你是造反派头头，你就要记住在案，并不说你有严重问题，对吧？您的理解和中央组织部理解是一样的，您这个充分也中央组织部的精神，咱们可以看出来。文化革命后，清华党委啊，或者刘达是党委书记啊，后来是胡启立就是接任党委书记，应该讲他们是没有派性的，应该讲他们对清华的团派和414应该是一碗水端平的。刘冰是支持414的，但是他已经调到兰州大学去了，尽管有人很多人建议他应该回到清华大学当校长去，原来第一副书记嘛，职务很高的嘛，也党的高级干部，但是因为我想当时那么考虑，尽管他在文化革命后期立有功，是吧，就反对写另外一个公案了，想反对这个赤军谢颖仪，被毛泽东批判说是你是反我的，并由此反成了批定反清运行方案。但是我想当中央的考虑，应要不要有这过去的人在这现场，在新的党委情况下，我刚才讲了，团派记录在案50人，加上被捕的一共62人，414两派基本上当时的情况，除了中央文革支持势能不一样之外，学生或者干部人数啊，基本旗鼓相当的。但是这一派只记录在案
八个人，其中两个人是因为在外地，对吧？所谓的反击乱反军军嘛，乱，也牵扯到军队问题了。另外六个人，他们总部员应该跟四幺四跟团派差不多，可是只记录六个，而团派记录是大概十来个呢。而六个人呢，有四个因为是主要头头嘛，清华有，比如他们在武斗中也作为被动的也对抗了，他们死人之后去台师在天安门游行，造成不好的影响。他们为了让中央重视，他们要炸着高压线，造成断电，让中央支持。重视之后支持武斗，应该这四个人，这四个头头都有后面有错误的事实吧？咱们不管怎么，当时记录。可是这两个人，孙仲涛、陈祖山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在，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造反派头头。清华四幺四要排六个人的话，只记六个人的话，他哪是前6名？所以就必须有他们两个人。就您，所以您刚才理解，就是说您是我的理解，不是我理解，我不敢理解。其实当时中央就是这个精神，谁让你造反头头呢？我下面想来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对，现在这个，因为我们的今天的时间呢不太多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还没谈呢，就是1983年呢，从中央开始呢就发起了一个新的整治社会治安的运动，叫严打，后来把它称为83年的严打。84年吧，严，84年八吧，三年，好好，八三年，那可能对，好吧，对，是8天，对了，我八们三过了年，8天，对，这个严打之后呢，当时因为上海和天津是吧，一些老干部的孩子们。后来也是因为犯了各种事儿，就受到很多处理。这些处理呢，在群众中间的影响也很多。而且当时，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干部子弟呢，可能多多少少的也是因为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他们从社会上呢又重新从最底层、从边缘的地方呢，又向中央、向中心位置聚集，地位不一样了嘛。所以有很多也很放纵。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干部子弟，当时社会上有很多议论。就这种情况之下，你们中组部是看到听到这些意见了吗？看到看到这些材料了吗？你们据说你们当时还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是不是就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要发一个文件？好，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纠正你一个问题，中组部没看见任何情况，不敢有任何办法，都是中央交办事情。哎，我刚才说错了，确实是83年，1983年严打，应该讲了，上海和天津有几位高干子弟被枪决了，应该说送处理，我这就是被枪决了，我具体人不讲，大家查都知道谁，对吧？对，对，大家都知道的，当时都知道的。于是乎，这些干部的劣迹。就被体谅民情的胡耀邦发现了，我们不敢发现。你看，刚才讲了，胡耀邦在83年12月8日中央书记处101次会议上提出，中央应该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弟子女教育问题的通知。这胡耀邦对吧？其实我们发现不发现，我们没用。你刚才看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中央组织部就确实，魏建雄讲的非常理对，中央组织部只交办。只办理中央交办的事情，一出就这样。这个文件要起草的话呢，本来应该中组部的研究室起草文件的，但研究室在这12月8号之后年底之前讨论完之后，觉得不好办，不好，意见不一致，不好发，就把这问题给搁下来了。但是干部子弟的事情，你搁下来不行啊，中央又催办了。一出这事情，既然是干部子弟，应该清安干部机管的事情了吧？于是乎，到84年了，刚刚我说错了，因为84年我们会开的，里面就讲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咱们清安局讨论讨论吧。我们清安局里也有平民子弟，虽然有几个觉得应该这么办，这对干部的影响太坏了。但我们干部子弟呢就认为不能下这个文件，下了文件之后呢，就是地不反华右，这五类分子都戴帽子了，你再来一个干部子弟分子，这不是不合适吗？我当时一直是比较。观点比较明确的，但这个事儿上确实也二乎了。一方面恨这些害群之马，一方面也觉得真要发个文件呢，又怕伤及无辜。因为技术在案问题上我已经接受教训了，觉得你一说哪一类人就不好办了，咱们就具体。所以呢，哎，你跟李瑞商量，这个哎，李瑞上来这个商量找开个会吧。哎，李瑞同意，咱们开个会看看征求干部的意见，大家怎么样？于是乎就在。1984年3月3日，李瑞主持召开了干部子弟
哎，干部司理座谈会，在我们中组部这个会议室开的，当时对于文件发不发，要发呢写什么，怎么意见办，我比较快的讲一下，这个我这个同事崔永年，他在我的83个月里，大概在10年前出的，把他在中组部的83个月的工作的详细笔记和日记，有大概是50万字的一个记录，在香港出的，详细记录了。因为我有笔记和日记，但是不详细，我简单念一下他这个记录的我发言的。当时先后发言的有陈元、陈云之子陈元、崔月离之子张小斌、余光远之女于小红、孔元之女孔丹，孔彪之子耿志远、邓拓之子邓壮、秦邦宪之子秦刚、王其梅之子王昌梅、史立德之子史元岱、陈浩书之子陈毅之子陈浩书和李大钊外孙女陈红，这大家李就红，看出来了，陈红，李大是钊的陈外红，孙女。是陈红，是李红。对不起，李红，不好意对，思。我记得是李红。对，您对，对吧？这个陈元下面多次跟我说过，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在干部这里都比较熟悉了。大家看出刚才那些会议名单都是些干，都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干子弟。当然陈元第一个发言了，他说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于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阶级利益，他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这个他第一发言的。然后孔丹的发言呢，大概第三四个吧，也有很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发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为难。现在这么多大事，发这个文件是添乱。这个基本上大家都不同意发。最后李月总结了，你们一致不同意发，确实不好发。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大家要争气。这个文件就胎死腹中了。这个李瑞和我们大家都觉得，哎呀，松了口气，反正我们中央好交代了，大家都不同意发嘛，对吧？这个政权有史，弄了一两个月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这开座谈会之后呢，这个找了这个，对吧？120个干部子女一致不同意发，就这样了。这个是84年，10年之后，我在64之后离国了，94年能够回去了。之后第一时间我就这个拜会老首长李瑞。我们谈这事情了，我共同反思，当时真该有个管束干部的文件就好了。因为到94年，咱们知道92人之后市长挖出，到现在更不讲了。这高安子弟、干部子弟的胡作非为，确实令人很多人令人发指啊。尤其其代表像薄熙来是吧？这在从中作为，所以当然我们既从我们说来，当时发个文件管束下好了，但是只是我们内心稍微自己安心而已。但是我想，即使当时发一个文件，对于整个大的形势，这个趋势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我觉得你们当时啊，这是我从旁观者来看的话啊，你当时发不发关于这个干部子弟管理教育的文件，你们只是找了一批干部子弟，那当然这个结果，这个会还没开我就知道结果，是吧？干部子弟当然是反对对自己严加管束的嘛。如果你们当时召开包括平民子弟在内的这样的人来开这个会，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你就像现在，如果我是把一批杀人的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个杀人必须偿命，是不是应该改变这个政策？那这些杀过人的人，他肯定说杀人不能偿，不应该偿命，对吧？您说的很对，但是这个体制不改变，即使下这个文件，由谁管理呢？是由您说那些工农子弟管理吗？还不由各级干部管理吗？所以我对，说，扬汤止沅不如釜底抽薪，不改变制度的话，我相信下的文件也不由您高法林管理，恐怕还由这个他们的父辈这些省部级干部管理，他们管理自己的孩子，你想想对不对？对，就是最根本的还是这个制度，它就是这样的。而且当时啊，这个83年、82年那个时候，83年、82年、84年这个时候，就是要大批的扶植
这些老干部的子弟。就像您刚才说的，在您的这个干部局，青年干部局内部，他就有两种人，一种是出身平民的，一种是出身高干的。他们两派人可能就确实如陈元所说的，就有自己的阶级利益了。那么但是现在呢，到了今天，这个阶级利益呢，恐怕还更多的还是一种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样说是不是更准确一些？对，是这样。我也是老学长，这个杨继行啊，这个叫我可以叫同志了。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志同道合的了。他在看了我的回忆录，对吧？应我之请写了代前言啊，就前面咱们那个在书的封幕上是和李锐一块算作序的。他就在我文章看完之后，他抓住问题，就抓住这段问题，他那个阶级意识、阶级观点问题，抓住。就我全书是30万字，是吧？据他说有很多干货，但是干货中的干货，他就抓这个问题，就代前言展开一些检查思想，就这种体制制度问题。那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是比较紧啊，但是呢，就是有哪怕有些问题今天没有来及谈到，包括您对这个记录在案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在记录在案，以及随后您还会给我们介绍到的其他问题，它里面的贯穿的一个什么样的线索？当时的从中共中央来讲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路线，什么样的组织路线？可能今后我们还会不断的谈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您的有一些分析，有一些反思，恐怕要在今后再找机会，我们再来找到这样的机会再来讨论了。您看，我再简单说几句吧，是吧？好，请讲，请讲。咱们先进行了50分钟这个现在这个访谈。我在89年离开中国之后，我有对于长的说，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之后的几十年进行彻底反思，对吧？短期说，尤其对中共建政以后这几十年进行了反思。更重点说，由我进入中央组织部之后这十几年的情况反思，我感觉记录在案或者清理在案人，实际上就和中共建政初期镇压反革命性质一样。当时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最怕就是所谓的旧社会的社会基础翻天，因此有地府反坏，因为右派是五千的，对吧？当时对于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和留外大陆人员，当时有他们没有现行的反对之前的反对新生政权这个行动，因此他们不是现行反革命，但他们是历史反革命。只要是国民，应该讲中华民国军队中的上尉以上的，然后宪兵、警察、国民党县党部，甚至共三青团一个待遇，就是区县党部的以上的人员都算历史反革命，就根据杀官管，重的杀头，次之的就监狱关，再差点的叫管制。但是文化革命之后，老干部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造反派对他们的批斗，或者他们对这个十七年的政权中的错误东西的冲击，他们感到非常这方面的危机感。他们敢认为这些大学生们，他们和三梯队基本是同样的年龄层次，而四化干部中的四化革命化比较虚些了，关键就在于年轻化和知识化。而这两条呢，所谓造反派的头头，这些技术站的人和干部之一或者所信任的人，三梯队的人是同样年龄层次的。所以你看一下我刚才讲了陈云啊、邓小平啊，在几次讲话中都要特别要警惕造反派，不让他们再翻天。这方面看得很重。所以我觉得记录在案实际上是文化革命之后，也是新的一个政权建立之后对于文化革命中的这些人的一个清洗、一个整治。就像中共建政初期对那些历史反革命一样，他们虽然没有戴这个帽子，但三种人和记录在案之后也是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这几十年一直在紧他们。而那些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中，他们还有个明，这个明白怎么样？三种人也比较面对面的，就是记录在当时看是对他们轻了。当时我还说呢，对吧？学生嘛，就不处理算了，就以后留神点就完了。但是一留神呢，恐怕
他们自己就更不留神了，自己就更倒霉了几十年。所以我觉得我这么这简单说，我就这么认为，这个认识不一定对，也是没有见着任何的这个其他人做坛子过。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想，确实不知道高先生同不同意，确实我跟中共建政初期比就是这样的。所以在咱们注意一下，文化革命以后所有的干，不说所有吧，说有绝对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让干部子女做秘书，咱们看一看，嗯，对吧？对，从就是即使对吧，刚才说那些人，甚至我们情感局的一些人，甚至咱们知道的人，比如对吧，领导人，县领导人做过耿彪的秘书，对吧？这个孔丹做过张金夫的秘书，而宋任穷的两人秘书，对吧？都是我的，我很认识的。陈云的几个人秘书，对吧？也都是干部子弟，甚至高干子弟。而这东西，这是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对于这个造反派的不信任，对于一般子弟的不够信任。确实，因为文革初很多干部、老干部的秘书造反了。所以恐怕就社会流传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子女不会把我们的祖坟，啊，你这话我自己没有亲耳听过，但现实都社会上很广泛了，也是一个印证吧。嗯，好，您讲的很好，您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尤其是您讲的是吧，清理三种人，他因为他是要做组织处理嘛，至少他还给本人见面，让本人知道把你化成三种人，而这个记录在案呢，更糟就糟在。他不跟本人见面，他就是背地里把你记录在案了。今后你在未来的这个在社会生活中，您的未来的道路的话呢，都有背这么一个包袱，而你自己完全是茫然无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当然，后来的社会呢，毕竟还是改变了，他不是他由他社会转型了，社会的出路多了，所以这些人呢，他还不像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这些人给死定了就。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呢，我还想提一点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您刚才谈到的，我就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邓小平也好，陈云也好，他们对造反派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你不管是温和派，是激进派，他们的一概都要阻挡。打入另册。打入另册，打入冷宫，打入另册，绝不能让他们在仕途上有任何的这个出头之日。但是，他们对这些造反派的这个头子，毛泽东却不知一词，而千方百计的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到现在还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对造反派，对这响应毛泽东号召的人，他们要把他置之于死地或置之于绝地，但是呢，对毛泽东最他们其实应该最应该恨的，可能心里也是最恨，但是心里恨，但是呢，他们却仍然要维持毛泽东威信，因为这个跟他们后来共产党的合法性，跟他们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历史上他们的权力基础，权力基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然后我们今后啊，还要请您做节目，先给您打招呼啊。您反正这段时间您闲不住，因为您的书出来之后呢，您书里面还那么多好，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想请您一一的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谢谢您。好，谢谢高主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谢谢我们的导播。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见。好，我也谢谢导播，谢谢。